哎、欸，好无聊哦！要来我家玩 Switch 吗？哇塞，但要去啊！要带我的 Switch 去接，那不就要带 Switch， 要带充电器，要带巨无霸底座，还要带 HDMI 线，好麻烦哦。你需要这个不到半个手掌大小，出门不再大包小包，只要一条 HDMI 线接上萤幕，一条 Type-C 线接上 Switch， 蓝灯变红灯，游戏变影城，体积小又轻巧，轻松玩圣元长底座，还有 USB 3.0 孔，可接 Switch 周边商品哦，可充电可转接，一颗在手希望无穷，收纳超方便，带出门再也没借口。